我太难了。深庄地铁站北广场共享单车乱停放有神器也无解。根据哈啰单车的运维人员透露，道丁能通过蓝牙互相对话，共同圈定规范的停车区域，他们还能与使用智能锁的共享单车对话，一旦发现共享单车没有在规定区域落锁，就向后台发出指令，让共享单车车锁弹起，并向用户手机发送提示短信，督促用户将车辆停放到合适的位置。用上这些新技术，共享单车能否不再横七竖八？那么地铁北广场的停车乱象情况有所好转吗？